不是说只有巡抚衙门能免你们的职吗？那好，你们就在门房待着，等着免职吧。得，又没得茶喝了。嗯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能跟润莲兄在一起，便是我的福。请。哎。 那人是你放的，你先请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老郑，喊什么？喊什么呀？哼，又怎么了？高汉文那边还没有摆平，两个知县又公然跟任上的刁民联手，跟省里抗命。 任他们这样搅下去，天还摆不满。过了六月，桑苗也不要种了，干脆把他们免了吧。你说怎么免他们的职？你是巡抚，给朝廷上奏书，叫他们停职待三。我回去马上挂牌，先让两个县的县丞署理知县。免吧。 高汉文恐怕免不了吧？是不是老沈那边传消息，高汉文不上套啊？老沈那边没消息，经理倒是有信来了。现在田还能不能买？改稻为桑还能不能施行？我也不知道了。信在哪里？怎么说的？ 有内阁的，也有宫里的，都是刚到的。啊，你先看看罗龙文罗大人是怎么说的吧。查。淳安和建德两个知县，也都是誉王给吏部举荐的。啊，杨公公的那封信你也看看吧。 搁着这么大的事等他回来办，他却留在京里不回来。哎，这他什么意思啊？
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了。一个新任的知府是小阁老举荐的，一到任就跟我们对着干。两个知县是誉王推举的，也跟我们对着干。偏偏这个时候杨公公也躲着不回来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朝廷已经乱了，他们在上面拿着刀斗，却都砍向浙江。老何啊，你现在要是有办法把我这个巡抚免了，我让给你做。忠诚，是你过虑了，朝廷落下那么大亏空，这才想着在浙江改稻为桑，改不了朝廷也过不了这关，改了我们便没有错。胡宗宪不就是因为反对这个国策才丢掉了这个巡抚的吗？一个知府，两个知县，哎，不管他是谁举荐的，还强得过胡宗宪去？到现在你还认为胡宗宪吃了亏？胡宗宪高明啊，原来我们都认为他是官做大了，蛮憨了，不识时务。现在看来，你和我连胡宗宪的背影都摸不着啊。你说的这些话我有些糊涂。我也糊涂，可回头一想才明白，胡宗宪早看出朝廷在浙江改稻为桑是不死棋，这才用了苦肉计，不惜得罪阁老小阁老，为了就是金蝉脱壳。现在好了，朝廷上了他的当，把他的浙江巡抚免了，我接了这个巡抚，你升迁了布政使，反倒都傻傻的像捧了个宝贝。现在就是想回头也回不了了。老赵，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些？还要怎么明白呀？朝廷落了亏空，担子都在阁老和小阁老身上，补了亏空，阁老和小阁老还就能接着干几年；补不了亏空，皇上一脚就踹了他们。现在誉王还有他背后的那些人，就是想着法子要浙江的改稻为桑搞不成，为的就是扳倒阁老和小阁老。到那个时候，最先遭殃的不是别人，是我。啊，还有你。哼，阁老小阁老就该往死里搞，搞成了他，怎么还会派个人来扯我们的肘呢？原来我也这么想，只要搞成了，给国库里添了银子，一郡遮百丑，阁老小阁老他们过了关，我们也过了关。但从昨天高翰文的态度，麦田的百姓田地卖了之后能不能过活，这里是一字无有。什么人不好派呀，派这么一个人来。今天我算想明白了，那都是因为背后有誉王那些人的压力，后来被胡宗宪一搅和，打小阁老那里就乱了阵脚，又要我们干剜肉补疮的事，还得派个郎中在边上看着，又要补亏空，面子上还得光堂。说穿了，就是要我们多出血。买了田，改了桑，老百姓还不闹事，然后赚了钱，一分一厘都交上去，又要马儿跑。又要马儿不吃草啊！那就让他们竖牌坊，哼，我们当婊子好了。
大不了不在里面分钱就是了。要是能做婊子，我也认了。现在只怕连婊子都当不了了。我们不分钱，那宫里和朝里的那些人要不要分钱？啊？还有，真要照高汉文还有两个知县那样的搞法，啊，30担一亩，50担一亩，那沈一石也不会愿意拿出这么多钱来买田呢。每年增30万匹丝绸的事，做成做不成先不说，今年和西洋的50万匹生意，便泡汤了。都5月末了，再折腾，拖到6月、7月，该到围桑都拖黄了。到那个时候一追究，毁堤淹田的事情也会暴露出来。为了把自己洗干净，小阁老他们，啊，还有制造局，都会把事情往你我身上推。但这把老何，囚车早就给你我准备好了，你和我就等着见送京师吧。那就都往死里走！他们是在朝廷里拿着刀争，我们也不是砧板上的鱼肉，要搅就把水全部都搅浑了。到时候他们想要动我们，我们也会让他们连着骨头带着筋。怎么把水搅浑？高汉文不是小阁老派来的吗？嗯。海瑞和王用吉不是豫王派来的吗？嗯。我们就用他们派来的人去改，10担一亩，8担一亩，逼着他们去改。高汉文的态度你昨天都看到了吧？是，老沈正在套他，可入不入套还不知道呢。海瑞和王永吉更不可能按我们这个意思去做。那现在只有走一步，险棋。过来过来，你说什么险棋？通倭。老何，你疯了！通倭可是密门的罪呀、啊，不是我们通倭，是让他们通倭。那他们怎么会通倭呀？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马宁远抓的那个人？那个淳安桑民的头。对。那一次踏苗的时候闹事，马宁远就是以通倭的罪名抓的他。后来胡宗宪把他给放了。听手下人说，今天在码头上被海瑞放走的又是这个人。就是他带着淳安的刁民四处买粮，煽动百姓不肯卖田。这几天那伙人一定还会四处买粮。想个法子让他们到倭寇那儿去买，连他们带倭寇一起抓住，做成个死局，到时候让海瑞去办。这些账册连浙江巡抚也不能看。那我就不看了。我也没有叫大人看，只是有些事想让大人知道，是为了大人，也是为了鄙人自己，一点思念而已啊。这样吧，大人也不要看，我念，只捡这两年当中最紧要的几处念。我呢，只当念给我自己听，大人呢，只当没听见。嘉靖39年5月12日，新丝上市。6月，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织造坊所织上等丝绸10万匹，借送内廷真工局。嘉靖39年7月9日，上等丝绸5万匹，
中等丝绸十万匹，和松江上等印花棉布十万匹，借送工部，已被皇上赏赐藩王官员和外藩使臣。嘉靖39年10月6日，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织造坊与西域商人商谈20万匹丝绸贸易，折合现银220万两，悉数借送内廷司药库，注无需向户部入账。沈先生，嘉靖40年2月，接司礼监转上谕，该年应天浙江所产丝绸应贸与西洋诸商，上年所产12万匹丝绸悉数封存。3月，又接司礼监转上谕，将上年封存之12万匹丝绸特借10万匹火速押运北京，赏裕王妃李侯家。南京、苏州、杭州3个织造坊，应天浙江两省那么多作坊，每年所产的丝绸加上松江等地的棉布，如果有一半用在国库，也能充我大明全年1/4的开销。可是丝棉每年产，每年还缺，今年朝廷又提出要增加30万匹的支量，这才有了改稻为桑的事情。听了这些，高大人应该知道，沈先生告诉我这些是为什么？刚才不说了吗？一点思念而已。说句高攀的话，我想交大人这个朋友。昨夜巡抚衙门通告，叫我今天陪大人了解浙江丝绸的情形。当时我并没想到要跟大人说这些。一番琴曲之谈，知道了大人就是精解音律的苏南那个高公子，我这才动了心思。记得当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下了狱，仁宗要杀他，宣仁皇太后一句话灭高人不祥，就这一点念头救了苏东坡的命，才为我们这些后人留下多少千古名篇。大人，不是恭维你，我不想像你这样的大才卷到官场的漩涡里去，损了我们江南的斯文元气。沈先生的意思是要我做什么？浙江官府有郑大人、何大人，织造局这边有杨公公，这些话原不是该我说的。所谓白头如新，青盖如故，如果大人认我这个朋友，请说。赶紧让淳安和建德两县的灾民把田卖了，在6月就把桑苗插下去，做成这件事，大人在浙江也不用再待了。沈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同意浙江巡抚衙门的奏议，让灾民10担8担一亩把田卖了。箭在弦上，不按这个议案，改稻为桑今年就万难施行，到时候朝廷第一个追问的就是大人。如果是那样，朝廷就不用我来了。高某在朝廷提出了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奏议，其意就是为了上解国难，下纾民困。感谢先生担着干系告诉我这些内情，但倘若我因为知道内情便一任数十万灾民明年失了生计，则高某把自己的前程看得也太重了。告辞。我说一句话，请大人先行恕罪。请讲。说轻一点，大人这是不解实情；说重一点，大人这是书生之见。说下去。按律例，铜锅就要就地正法，让那个海瑞到淳安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，杀那些不肯卖田的人。
那海瑞要是不杀那些人呢？这些人是海瑞今天放的，不杀，那就说明海瑞也有通倭的嫌疑，就可以办了他。嗯，这倒连得上。让海瑞杀了那些人，淳南和建德的刁民就不敢再买粮了，没有粮就只有卖田。 海瑞和那个王永吉就不敢再阻止。一是百姓们不会再听他们的；再者，饿死了人也都是他们的罪。我们还可以办了他。那怎么让这些灾民到倭寇手里去买粮呢？这件事我去办，你赶紧去崔老审。明天上午议事，只要高寒文同意了，他改了口。 我们的议案得到通过，剩下的两个知县，还有那些刁民们，就都按这个法子办。关口事要老审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把高翰文给套住。通倭的事一定要做得干净，千万不要落下什么把柄。干了十几年的性命了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。 都是他们逼的。老沈那边，你还得盯着点啊！好好好。来人，忠诚大人。嗯。那个什么，海瑞、王应吉现在在哪里？哦，还在门房等着呢。 叫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哎，何大人，这二位大人，忠诚有请。大人只知道百姓卖了田，明年就没了生计，为什么不想想？ 丝绸大户买了那么多桑田，一年要产那么多丝，靠谁去种？靠谁去织？就像现在许多无田的百姓，都是要靠租大户的田种，哪里就饿死人了？同样，把稻田改成了桑田，也要人种，还要人采，更要人去养蚕缫丝，到最后。 还得要许多人去支撑丝绸。哎，大人想一想，今年的灾民把自耕的稻田卖了，明年无非是受雇于大户田主去种桑养蚕。人不死，粮不断，我大明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子民因没了自己的田而一个个都饿死。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请问二位找谁呀？高福台来过吗？没有。不管怎样，有幸结识了沈先生，他日如果没有公事牵缠，我倒真愿与沈先生推谈情理。 至于先生刚才所讲的那些宫里的事，我会好好去想，不会告诉任何人。照大人这样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不能再来往了。现在是酉时，大人能不能为在下耽误半个时辰？先生要我做什么？哦。 请大人为舍侄女指点一下《广陵散》中的那个错处，也不知是我的面子还是你的福分。拜师吧。不敢当，快请起。只有半个时辰，请大人先弹奏一遍。 然后给你指点错处，你要用心体会。今天。
经高大人指点以后，我的这点情谊便救不了你了。知道了，高大人，请吧。是啊，叫我们来，在外边还站着。我的公公就忍一会儿吧。真是的。老爷。哟，沈老板。进来吧。四位辛苦了。来，拿着。沈老板，那咱们现在就……哦，不急，再等等吧。好，我的这么多呀！装起来。啊，都坐下吧。有事也耽误不在这片刻，我答应了你叔父，叫你改过这一段，接着谈吧。再等等。大人，人活百年，终是一死，那时候你愿不愿意魂归邙山？无从嵇康。那我也从嵇康。抓吧。走，快走。慢着。
什么？叫他写下凭据就是。是是，不要伤了他。好，走走走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写吧，写吧，你就写吧。让开，干什么？写吧，写吧。别走啊！别走啊！什么杨公公？什么对时？杨公公就是制造局的监正，我是伺候他的人，宫里把我们这样的人叫对时。那个沈先生也不是你的什么叔父吧？他是江南制造局最大的丝绸商，我是他花钱从苏州买的，送给了杨公公。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主子，我高某人不会写任何东西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再谈广陵散，济公在天之灵会雷急了你们。哎，别走，闪开！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那你是问我吗？是啊，不问你，问谁呀？是啊，你出个主意。现在拿出刀来，在这里把我杀了。他还讹我们，我们好怕呀！人家是知府嘛。是啊，哎，你们别走啊！别走，好了。赵汉文，我跟你说啊。杀不杀你可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，就是。可是杀我们那是杨公公的事。对呀，我们可是杨公公吩咐下来伺候云娘的。现在他跑出来偷汉子，哟，偷汉子了！这要是杨公公回来知道了，我们四个也是个死。就是。我说高大人，您的命贵，对，您的命贵。我们几个做奴婢的是贱命一条，对，贱命一条，不值钱。这样吧，您要是走可以，就先把我们杀了吧。对，杀我们，杀我们，杀吧，来吧，杀吧，高大人，来呀，动手吧。大人，啊，法老再去问一下，高大人下午去了哪里？上午去了制造局作坊，中午过后从制造局作坊出来，便将随去的人都先叫回来了。哎，制造局说用马车送我家老爷先回来，所以去了哪儿我也就不知道了。要不两位大人先回馆驿歇歇，等我家老爷回来，我马上向他禀告。我们就在这里等。那小人去给两位大人弄些吃的。啊，有劳了。哎，稍后。刚峰兄，明天上午就要议那个议案了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对高大人？再等等，过了数十不回，
我们就去巡抚衙门。我们说话从来是算数的，两年了，我们也没杀你，也没再杀你们的弟兄，每天都是要什么便给什么，你还有什么不信的？那是你们不敢不这样，别忘了你们的前任就是杀了我们的人，全家都被我们杀了。话不像你说的那样，你们既然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去杀胡宗宪全家，也不去杀戚继光全家？总有一天，胡宗宪、戚继光都得死。放肆！慢，话我都跟你说了，井上十四郎先生，你们东营人不是都讲义气吗？以你一个人换你十几个弟兄，还能得到那么多私仇，愿不愿意？本官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。给我弄一条河豚来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回大人，他说让我们给他弄一条河豚。给他弄去。哎，大人，这么晚了上哪儿弄河豚去？去河道衙门，告诉他们，死也得给我立刻弄一条河豚来。老爷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二位这么晚了还在这里等我，明天便要再议那个议案了。我们再等大人示下。上不愧天，下不愧地，明天就请二位多为淳安建德的百姓谋条活路吧。议事吧，是非经历不知难呐。高府台昨天去了织造局，两个知县昨天去了粮食，应该知道以改兼镇该怎么改、怎么镇了吧？高府台，怎么不看呢？一字未改，我还用看吗？是一字未改。哎呀，高大人是翰林出身，应该知道做文章讲究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。哦，我现在把这八个字改一下，叫做不改一字，两难自解。本院昨天和高府台就朝廷改稻为桑的国策，还有如何在淳安建德以改兼镇的事宜做了深谈，
棺仓里赈灾的粮也就够发放三天了。灾情似火，桑苗也必须在六月赶种下去。倘若我们再一而不决，便上负朝廷，下务百姓。现在高府台明白了实情，同意了我们这个议案。既然没有了异议，大家就都在议案上签字吧。高府台，一字未改，我不能签。那你就再想想。上茶。大人。放下吧。府台大人，府台大人，卑职有几句话，请大人示下。请说。刚才忠诚说了，昨天与大人深谈了，赈灾粮只能发三天。桑苗也必须在六月份种下去，这些都是实情。可这些实情在前日议事的时候都已经议过了。何以同样的实情，这个议案上一次不能实行，今日又能实行，卑职殊为不解。既然是实情，在前日就应该通过，这有什么不解的？请大人容卑职说完。
是看海阔天晴，起坐是看海。